气质之独特，全场都是那一刻只有我的视角。一次性的历史也是需要带你讲课，什么叫做责任认真努力跟成绩奔走，就算有点感冒也是需要喝茶。每天对我进行魔鬼训练的天舞九魔，谢谢辛苦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这一趴，以《Life》这首歌来开场的意义就是说，是释放你们分贝和体力的时候。万人的全场赖富就交给你们，真的吗？那就来吧。只要为你活，我就不想。
关节好矛盾。嗨吗？嗨。累吗？不累。不累就是还不够嗨吗？我鞋带掉了。没有到沸点，就算在了。所以，接下来要真正的来唱一首嗨歌。会唱的，一起。Oh,
系。我是广西玉米，我是江西的玉米，是成都的玉米，我是北京的玉米，我是重庆的，我是福州的玉米。外面啦，又五岁去台湾了，再去台湾应该是第六次。喜欢青春七年了，每一场都看过。绝对是一种呢，聪明快乐这部剧。还有就是说，然后第一排到第二排，就是说拿到六张票，非常幸运。虽然我都看过了，我妈妈都第二天要找我呢。大家都说少壮不努力，没钱看外面。从2009年开始，每一年演唱会基本都是用自己奖学金去看的。如果不是这么年一次的约定，我想我应该没有这样子的毅力去给你们做表演。平时会出去做一些家教啊、兼职啊什么的，靠自己努力去看外面。应该是我工作的第一年了。我自学接力，我不像那些曾经和林春一起共度歪米夜晚的玉米，因为今年的歪米我也在。跟着他的足迹，就走遍了大江南北。在听他演唱会的时候，坐了24小时的火车去看他的演唱会，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，然后就在上面天天就流泪。家常人或者是其他朋友不是很理解，你坐这么久的火车啊，去看他为了什么？但是我觉得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会知道我以后的一个目标，或者说我的内心的梦想会更加的坚定，然后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，我的生活都会非常的充实，非常愉悦，因为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已经这场演唱会了，是一次自己的一个人生旅程，在现场才能感受到我们之间的那种感情。一个演唱会，是一个大 party， 是每年最盛大的一个节日。天南海北的我们会聚到一起，见证他的成长，也见证我们彼此的成长。可能我们会因为女团成为很好的姐妹，相处的那一起，然后去看春春的晚礼，就会觉得啊，这个城市非常的亲切。每次看到他，我好像久别工作的朋友现在又见面了，现在就是在倒计时了，每天5万个进阶都会更加盛大一些，很期待，很兴奋。演唱会前完全就是睡不着觉，兴奋的我把手机给掉了。虽然他只有7年嘛，但是我也希望他能更多的就是10年、20年一直这样延续下去。今天他就是给我们的梦想，然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加油。是我绝对不会错过每个北京演唱会，所以这次绝不是深圳我要来了，深圳我来了，深圳见。我们哥俩要来。深圳见，我来了。熟悉的角落里。
都成